次的活动。嗨，就是我们就来爬这个 Roga Hill。哎呦，拍不到。原本呢，我们其实是要挑战 Bukit Tabo， 为什么我们来 Roga 呢？是我们今天有一个 beginner， 呼，快拍 beginner 给他看。拍不到他，嘿嘿。前面的路黑了哟，看不到东西。太阳很暗呢，加入。OK。有绳子的啊，可以拿绳子。哇塞！很给力，拿绳子。喂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要紧张。你跟着那格子一格格去走就对了。哇酷！哎，走了没？走了没？哎，这边是滑板。看。Hello。嗨。嗨。Hello， 现在已经是6:30了。我们用30分钟，我们就可以爬到第一个顶。我觉得我们已经很算很不错了。是不是很下面景很美哦？嗯，现在我们就等到7点，然后等到日出出来了。OK， 不要看错啊！我又出圈了。这边还有，哎呦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嗨嗨嗨嗨，看这边，看我，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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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 ，sorry， 不要看错啊！我又出圈了。Hello YouTube，Hello YouTube。现在呢已经是差不多7点了，很过滤多那个雾水在那边，超级的美。太阳还没有出来，可是你可以看到，你可以看到那些。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，这个我觉得特别漂亮。哎，可惜可惜。然后呢，太阳要准备出来了。星期六，现在呢，我们还在等着那个太阳，还没有出来。不过那个雾水真的是超级无敌美。在我们等待中呢。真的是超级美呀，这个雾。你看这个怪叔叔，哇啦，终于等到日出了，这是我第一次，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看日出，当然就在后面，然后什么相机什么都看不到，三家这蛮乱的。这三家电话都是不同的 series 不同的 brand， 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我们的quality地有几好。OK， 很近耶，这么近都相近耶，我不知道哎。OK， 拜拜。看，带你们去看日出。带你们看美女。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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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始了吗？啊。就是 pick two， 现在要飞过去啊！ Repeat， 知道。到你啊！这座山叫做茅草山，为什么叫茅草山？就是走茅草路。茅草，茅草，茅草，茅草。哒啦。Oh my god， 我的鞋已经很肮脏了。你不应该。我只有这个鞋而已。不是这里啦，哎呦，那边。OK OK， 再来一个。一二三。少年梦。OK， 现在我们来到第二个。一二三，到了没有？终于到了啦！还没呀、啊，不要假假。Thank you. That's all for today. 加入的 first try.
First attempt， 扶稳啊，真的是扶稳啊，这个，那、啊、这是全程最难的了。你过了这个，你就长大了。OK。啊，对对对，撑着，用手撑着啊。进去。可以吗？要我推你啊，屁股。啊，慢慢来，慢慢来 ，OK， 屁股坐下去点啊！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牛逼牛逼，飞机飞机到你哦！等下我这个电话放哪里哦，台龙 ？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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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。确定不要拉拉伸直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拉着上就对了。有上去就有地方站了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来。你跳不到，你用那绳子好像加入来拉着去。可以吗？我们终于到山顶了，终于到山顶，很多人这边，哎，真的是累得要死。我才在加入还跌倒哎，搞笑哎！就是那一幕我没有拍到，如果要看的话，请 forward 去刚才那个 video。这边，这边。OK， 就是这样，拜拜。好啦，我们终于到终点了。看，啊，不是，就是差不多是 check 一开始的 entrance。而且我还跌倒了三次，已经是又饿又累又受伤的状况。今天的 vlog 主题不是。下山的路也是很难走，因为太滑了，我又差点滑倒了。还有谢谢 Kevin 帮我背书包。那个已经累得要死掉了。帅哥。嗨。到了。那条街那个我们就进这种吧。是吗？进这种吧。里面去找人啊，找宝藏啊，救人啊，找宝藏很好玩。其实还有一个寻宝游戏在森林里面啊。哦。他是给你那个 map， 然后给你那个指南针，然后你要自己去找。哎，这是北部，这是南部，超厉害。Kevin 在欢迎。Oh my god！ 公开呀！哎呦！没看过人家脱衣服是吧？没有没有，真是没有看过啊！穿衣服冲凉的是吧？对。然后给你们看我的受伤的地方，还有这里。What's up, guys？ 我又回来了。拜拜。还有这里。那边陪家修姻缘。Baby。谁？拉豆牛？我们现在是 Kevin 带我们来这个地方的爬山过后。Hello。Hi。拜拜，谁？爬山了，就来拜拜。对。感谢刚刚谢拉豆给我们保佑上平安山下。而且刚刚昨天下了一场雨，所以嘞，那个爬山是很难爬的。刚刚那个山，山泉水。山泉水 ，Let's try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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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